妖孽，竟敢来到这里，难道不怕本仙除魔受妖吗？哈哈，天大地大，任我逍遥，你管得着吗？好，就等本仙来看看你有何本领，胆敢如此嚣张跋扈。笑话，我如日中天，你夕阳迟暮，你还能有多少能耐？你想管我，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本事。样子，日薄西山的是你，如日中天的是我。老东西，今日你是我半仇，他日我定会还你。他日是他日，今日是今日，今天我要警告你，我不管你的事，你也别管我的事，咱们井水不犯河水。你要是再冒犯了我，别怪我下次绝不留情。吕中，赶快把法器安放好，记得小心点，别磕着碰着了。这护送队伍也得好好接待吧。啊，说得对，你去红福楼摆酒宴，今晚好生款待。是大爷，快去办吧。君爷，请带几位到偏房休息。好，走。啊，请。接下来就该你了。大人，大相国寺修缮好了，法器也接好了，不知道大人对我的承诺是否可以兑现了。狄兄为了衙门，为了县城的百姓立下汗马功劳，这点要求再不答应就说不过去了。啊，如果有什么需要尽管说。啊，不用了。做法事讲究诚心诚意，而且要隆重其事。再说还要沐浴更衣，闲杂人等都不得干扰。好，那这里就交给你们了，我还有公务在身，先告辞了。请。请告辞。告辞。怪婆婆，等我仙法大成，有你好看。命案查了这么久，有没有发现可疑之处？暂时没有查到，不过命案中的死者全部都是年轻的女子，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了。对了，周边的县城也发生了同样的案件，我们不是派人去了解案情了吗？他们回来没有？派去的人还没有回来，所以暂时不知道他查到什么。年轻女子，如果这些真是采花大盗所为，他们也用不着挖人心脏吸干人血，难道真的不是人所为？不瞒大人，属下们私下商讨，都一致推断认为应该与妖魔鬼怪有关。如果跟妖魔鬼怪有关，
就只能等到法器来验证了。幸好法器已经安放在大相国寺内，希望法器真的能够镇住妖孽，可以平息命案再次发生。是的，一切就等法器来再安排吧。哎，我们不能因为法器到了就放松警惕，该查的还是要查下去，要加强戒备。是大人，属下马上去办。好。连妓院都这么早就关门，怪不得找了半天都找不到酒，还让人活吗？哎呀！何方妖孽如此大胆，竟敢太岁头上动土啊！你看什么看呢？我们不认识吗？原来是仙家呀。你不要叫我仙家，你要叫我怪婆婆。怪婆婆？怪婆婆。不对呀。不对。怎么不对了？是他们俩不对。他们俩怎么不对了？快说。哎呀，他们两个中间要加一个人就不对了。是啊，天福就要纳妾了。嗯，那这怎么办呢？这个天福为什么纳妾？因为他膝下无子嗣，对不对？哎，如果恒娘给添一个子嗣，哎，那他就不用纳妾了。哎，那这个事情不就解决了吗？啊，有道理，有道理。没了。No， 干什么呀，怪婆婆？来来来，什么事儿啊？坐。你把我叫过来有什么事儿啊？恒娘啊。你和天父现在的关系很好，如胶似漆的。好啊，不过要未雨绸缪，你要做下一步的打算。你们成亲几年了？嗯，好几年了吧。你们这个干嘛？你怎么到现在还不弄个娃娃出来呀？我跟你说呀，这个男人呢，有权有势以后就会变的。如果你不生出个孩子拴住他，他呀就容易在外面沾花惹草的，到时候他就会抛弃你的。不会的，天福最老实了，我了解他，他不会这么做的。哎，但是你不觉得有一个孩子你们的生活会更幸福吗？再说了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恒娘，嗯，这些都是你一个人布置的吗？是啊，你喜欢吗？喜欢，当然喜欢了。嗯，那，你为什么要布置？因为，我没来之前你都是一个人住在这里，我来了之后要把这里布置得温馨一点，有家的感觉。恒娘，嗯，你对我真好。那是。那我一定要加倍的对你好。那你要怎么加倍的对我好啊？嗯，你说呢？吓得我错了，吓得我错了。这挺热闹吧？嗯。去那边看看。小朋友，几岁了？
来天天叫叔叔。叫叔叔。叔叔。好可爱。天天来下一个。来跟叔叔再见了。啊，再见。再见。如果我们也有个孩儿就好了。哎，看看这个，这个小孩白白胖胖真可爱，我们也生个这样的。怎么样大夫，是不是能生啊？夫人，我看这孩子估计是怀不上了。为什么会怀不上啊？夫人肾气不足，血虚阴亏，应该小的时候过于劳累，导致身体没有得到及时的调理。是啊，我小时候家里穷，从小的时候就开始下地干活，所以病结就在此了。好好的身体就这样被你糟蹋。不过没关系，我给你开点儿活血补气的疯子。你照此方子服药，定会好转。大夫啊，是不是吃了你的药，夫人马上就能怀呀？老夫人，夫人，这个不是着急的事情。现在目前的主要任务就是先调理好您的身体，等身体好了之后，生儿育女之事也许就好说了。张道宁，我问你，你不是说只要得到法器就能启动法能吗？那为什么我会受伤呢？弟兄息怒，法器本身有它的保护力，所以一旦触动舍利子，法器内的保护力自动出来阻止，所以弟兄受伤了。照你这么说，我要怎么样才能避开法器的保护力，进而打开舍利子的法能？世间万物无非是相克相生，贫道多次推算，终于算出，我们只要找到一个天生身上带有龙纹胎记的女子，这个女子就能控制法器。所以你只要控制了这个女子，等于控制了法器，能激发舍利子启动她的法能。好，你去帮我散播风声，说大相国寺的法器非常灵验，可帮助夫妻得子，家庭和顺。这样说，他们就会到大相国寺祈福，我们就有机会了。大慈大悲的佛祖，请你保佑小女子早日怀上孩儿，为夫家后继相登。夫人这么诚心，我相信菩萨一定会听到夫人的话的。来，夫人。哦，这位夫人想求什么？我想求生子。啊，求生贵子啊。好，把钱给我。妖言惑众，招摇撞骗，恒娘别听他的，跟我走。哎，喂，我说老婆婆，你是想来闹事吧？我来闹事又怎么样了呢？啊，随便。怪婆婆，哎，夫人，夫人，怪婆婆，想生子。
行。夫人，千钟只是说难，没说不行啊。天父现在贵为县令，可却膝下无子，真是颜面无光。我怎么对得起洪家的列祖列宗？如果天父要休了我，我真是不想活了。夫人，不会的，老爷他那么疼你，那么爱你，怎么会舍得休了你呢？但是，如果夫人真的怀不了孕，万一老爷从外面找了个女人回来，那就真的不好办了。小蝶，我该怎么办？夫人，你别担心。我觉得呢，与其老爷在外面找个陌生女人回来，不如由夫人出面为老爷纳妾。我为天福纳妾？你想啊，夫人，如果是你出面为老爷纳妾，一来显得夫人大方得体，深明大义，为洪家后继香火着想；二来，如果这个妾是夫人帮着纳进来的，那么我相信他一定对夫人言听计从。要是这样的话，我们就是一举两得了。夫人，哎呦，小蝶姑娘，你怎么才来啊？哎呀，要你等那么久，真是不好意思。因为是县令大人要纳妾，我怎么能够马马虎虎、草草了事呢？你说呢？行了行了，你快让我看看吧。哎，你有什么好推荐，我好跟夫人说。哎，你看啊，这是县令首富陈员外的千金。陈员外，不错吧？我知道让天福纳妾，这也是为了我着想。可我只要一想到他另有妾室，我这心里……欠债还钱，天公地道。既然你没钱还，就得跟我走，走吧。大爷，我爹刚过世，我还没钱葬他呢，我求你再给我点时间，我求求你了。不行，要不现在还钱，要不跟我走。喂，你干嘛那么凶啊？你既然欠我的钱，就得跟我去飘香楼卖身做妓女，抵钱还我好了。走。哎，他欠你多少钱？大爷，不要，我帮他还。五两银子，拿来吧。谢谢夫人，谢谢夫人。拿来，来，真是。来，小蝶，把钱给他。快点儿。别哭了，没事的。哼，算你命好。别再让我看见你。不哭了，没事了啊。谢夫人，谢夫人。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宝黛，谢过夫人。宝黛姑娘，你家住什么地方？小女子跟爹相依为命，住在城外。因家境贫困，爹就想来城里投靠亲戚。没想到亲戚投靠不到，却欠下了巨债，爹他还染上了恶疾，离我而去。现在我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。那既然你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，不如先住我家吧。不行，夫人大恩，小女子心领了。刚才夫人已经帮小女子施了一个大恩了，小女子实在是不敢奢望。你就不用想这么多了，既然夫人要把你留下来，你就住下吧。就是啊，住下再做打算吧。谢谢夫人。这儿啊，就是我们的后花园。宝黛姑娘，你就啊暂且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家，千万别客气。夫人言重了，您以后叫我宝黛就行了。好，宝黛，你别跟我们客气，你需要什么，想吃什么，直接跟小蝶要就行了。夫人的恩惠好比再生父母，已经够多了。宝黛但求能有个栖息之所，已经很满足了。夫人，宝黛实在是不敢奢求。你就别跟夫人客气了，我们夫人啊人特别好，
你有什么需要就直接跟他说就行了。哦，对了，小蝶，你看宝黛的衣服都有些破旧，去拿点新衣服让他换上。好，你看宝黛，这个啊就是你的房间，你今天也辛苦了，先歇一会儿。我们家老爷马上回来了，我和小蝶先去忙了。不敢打扰夫人，夫人你们先去忙，谢谢，谢谢啊，小蝶，我们走。谢谢啊。别紧张，我们家老爷啊人特别好。老爷，哎，这位啊是宝黛妹妹，是啊隔壁王婶的远房亲戚。啊，宝黛啊，这位是我们家老爷，咱们县城的父母官。宝黛见过大人。姑娘有礼，来，快坐下吧。哎，坐坐坐。夫人坐。嗯。刚才听到夫人提及大人，饱读诗书，博学多才，宝黛闻之心仪。现在一见，果然是一表人才啊。那是夫人夸我呢，我哪有那么好，略懂舞文弄墨。姑娘见笑了。小女子不才，自小酷爱读书，虽然爹爹常说女子无才便是德，但我不这么认为，我觉得女儿家也可以跟男儿分庭抗礼。嗯。哦，那不知道姑娘都读过一些什么书呢？四书五经都读过，诗词歌赋略懂一二。那敢问姑娘，四书五经分别指的是哪些？四书指的是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大学》《中庸》，而五经指的是《诗经》《尚书》《礼记》《周易》《春秋》。说得好，我一直认为重男轻女，不让女子读书是封建落后的。今日姑娘一席话，让我又是欣赏又是敬佩。来，姑娘，在下敬你一杯。谢大人。啊，天福，你觉得宝黛怎么样？挺好的，挺有想法，你可以跟她多接触接触。对啊，我也觉得宝黛妹妹挺好的，知书达理，温柔乖巧，而且好像还跟你很谈得来。怎么跟我扯上关系了？她是你朋友，你觉得她好就行了，不用管我。宝黛18岁了，还未出阁呢。啊，你可以帮她介绍一门亲事。我想带她进洪家。恒娘，你说什么？我是说，我想把这么好的姑娘嫁给你，做你的妾室。我没有听错吧？你要把她嫁给我？天福，你听我说完。咱们结婚这么多年，可是一直没有孩子。我去看了大夫，大夫说我下地干活太过劳累，所以落下了顽疾，恐怕以后都很难有孩子了。恒娘，你不会因为这件事情要我纳妾吧？天福，这么多年来我们不都是这么过的吗？没孩子也没关系的。天福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虽然我没有读过书，但这个道理我是懂的。公婆生前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我能够给洪家传宗接代，恐怕现在我很难做到了，所以我不能把你一直拴在身边霸占着你，要不然我无颜面对公婆，更无颜面对洪家的列祖列宗。天福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我这么做是因为我爱你敬你，我希望你幸福，也希望洪家可以儿孙满堂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不过恒娘，我告诉你，你恒娘是我洪天福唯一的妻子，这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。嗯，恒娘，这是我们家账房的钥匙，账房里面是我所有的积蓄，
我希望能积少成多，为我们的将来打算。这两把钥匙要合二为一，才能打开账房的门。来，现在我把其中的一把钥匙交给你了，以后我们洪家的大小开支就交给你做主。嗯。来，我给你暖身。弟兄啊，有美女相伴，把酒言欢，看来你的伤已经痊愈了啊！你少废物，以我百年的修炼，这点小伤早就痊愈了。那是那是。对了，找到龙纹太极女子没有？贫道四处寻找，但是到现在还没有消息。你找那么久还没找到，万事不利。贫道已经全力寻找，但是你知道，人海茫茫，要在万里寻医，实属不易之事。再说，即便找到，也要配合天。好了好了，废话少说。如果在大相国寺找不到，就另想他法。总不能守株待兔吧？贫道明白。电闪雷鸣的，我知道恒娘最怕打雷，放心不下，所以就想过来看看你啊。好了，别怕，别怕，没事吧？别怕。如果你不过来，便不会看到我害怕，也便不会担心。我不过来，这个时候我怎么能不过来呢？恒娘，你别怕，有我在啊。别怕。老爷，夫人。宝黛妹妹，你呀不用天天来给我沏茶的，咱们家呀没这么多规矩，你晚上服侍老爷辛苦了，不用这么早起的。姐姐啊，没事，您是大，我是小。哎呦，我们给你啊选几批好布料，再做一身新衣服。姐姐，我们去那边看看吧。哎呀，姐姐，这个镯子多适合你呀、啊！你看，戴上好看极了。真的吗？如果你喜欢，我就买了送给你吧。哎呦，不用不用，这太贵了。你是我的好姐姐，又是我的恩人。真好看，是不是？哎。怪婆婆，好久都没有看到你了，你去哪里了？我有事找你，跟我走。宝黛啊，我先过去一下，你自己回家小心一点啊。嗯。哎，怪婆婆，老爷，宝黛，怎么了？是不是昨晚吃坏了什么东西啊？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老是想吐，都有好几天了。怎么会这样呢？那可
不会是有了吧？啊！快点，马上去请大夫来。快去！大夫，怎么样？恭喜大人，照夫人的脉象来看，应该是有喜了，真是有了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我们胡家终于有后了。恭喜老爷，恭喜夫人。有劳了大夫。文叔，宋大夫，这是真的吗？我要做爹了。是真的，老爷，恭喜老爷。宝黛，那你以后要注意休息，千万要小心身体，知道吗？姐姐啊，我现在身怀六甲，以后就不便给姐姐请安了。这个是自然的，妹妹安胎最重要。对了，老爷，我现在行动不便，想多要几个贴身丫鬟，以便能够照顾自己。这个也不成问题，一会儿啊，我去找几个能干的丫鬟，照顾你的饮食起居。不，家里的丫鬟做事不够细心利落，外面的就更不用说了。那你的意思是？我觉得小蝶做事细心利落，如果姐姐不介意的话，我想让小蝶来照顾我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我只负责伺候夫人一个人。宝黛啊，这小蝶跟翠衡娘多年，情同姐妹。她来照顾你，这是不是有点……老爷，我就是看她们情同姐妹，才敢叫她来照顾我呀。换做别人，我还难以安心呢。小蝶，以后你就跟着宝黛，好好照顾宝黛，知道吗？夫人，衡娘，谢谢你。没事，只要宝黛能为洪家添个儿子，做什么我都心甘情愿的。扇那么大力，想把我扇病吗？宝黛，又怎么了？是不是不舒服？老爷，孩儿踢我，好不舒服哦。我们要就寝了，帮我打洗脚水来。夫人都没让我帮她打过洗脚水。夫人没怀过孩子，现在我怀了孩子，能相提并论吗？你，小蝶，宝黛她的确是不方便走动，辛苦一点吧。宝黛，今天怎么了？心情不好？对啊，孩儿老是踢我，弄得我不想吃，不想睡，好不舒服哦。我不管，我今晚要你留下来陪我。好好好，我今晚留下来陪你，好吗？洗脚水来了。你还愣在那儿干嘛？帮我脱鞋啊。我帮你洗。那我现在挺着肚子，弯不下腰，怎么洗啊？好了好了，小蝶，你下去休息吧，我来帮宝黛啊。老爷，您是堂堂县令大人，怎么能帮我洗脚呢？他是下人，他洗。快点儿！哎呀，你弄疼我了，那么用力。好了好了，小蝶只是无心之过，你不要生气，免得动了胎气。小蝶，先下去休息吧，啊！我知道了。哎，不洗了，拿走。哎，好了，不要生气了，啊！还是老爷好。天福，平时你很少出来走动，今日怎么想到出来买东西了？难道是为了宝黛？是啊。我看宝黛的孩子快要生了，所以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为孩子准备的。哎，衡娘，你看，还记不记得这个泥人？这个是孩子，那这个就是我，那这个呢就是宝黛，这样一家三口多热闹。
为夫说错了，你不要介意啊。这个是恒娘，一家四口，才热闹嘛。没事。啊，都要了，谢谢。啊，好。哎，那边有个卖拨浪鼓的，我们去看看。老板，这个多少钱？哎，2文钱。啊。老爷、夫人，行行好，给点钱吧。夫人，行行好，给点钱吧。行行好啊。来，谢谢。姑娘，来，你过来。这些乞丐都是成群结队的，你只要施舍给他们，他们就会一拥而上的。看到街对面那些乞丐了吗？如果他们都问你要钱，你给得过来吗？到时候他们会拦着你，我们想回家都难了。可是他们无家可归，可能连饭都吃不上，真的很可怜。我之前破获了一桩案子，就是一些骗子乔装成乞丐博取同情，然后成群结队拥上来抢劫。所以以防万一，我们不能没有防人之心呢。别多管闲事了，知道吗？回去吧，慢点。我这肚子越来越大，现在还要人扶，你别介意啊。我哪会介意啊。龙门胎记，小蝶，我渴了，倒杯茶来。哼，小蝶、啊，我知道了。茶来了。小蝶啊，我想吃点心，拿点点心过来。快啊！知道了。点心来了。哎呦，这桌子怎么那么脏啊？帮我擦一擦。嗯，擦一擦。哎呀，我怎么那么想吃瓜子啊？你帮我拿点瓜子过来，赶快！知道了，瓜子来了，继续按呢。哎，夫人，夫人，姐姐啊，看来呢，我快要临盆了，不知道为什么嘴老是淡淡的，很难受啊。要不姐姐帮我买点蜜枣回来，顺便开点补药。你也太过分了吧你！家里没下人吗？为什么非要夫人去啊？那就是啊，文叔一大早就把所有丫头都带出去了，家里正好没人呢，我才敢麻烦姐姐你呀。难道你要我这个大肚子自己去买吗？万一有个什么闪失，谁跟老爷交代呀？我去，我去，行了吧？你这死丫鬟，你还要在这儿服侍我呢？多管闲事！我好，妹妹，你好好在家待着，我去买便是了。哎，夫人，早去早回呀、啊。嗯，哎呀，坏的，换一碟。你。哎，行行好，公子，行行好，谢谢谢谢。老爷，谢谢。没有没有没有。哎，过去。老爷，老爷，行行好啊。谢谢。谢谢。哎，好。这位公子，你好。啊，你好，胡夫人，老爷。啊，给。你认识我啊？夫人是县令洪天福的夫人，谁不认识？在下狄伦，不知夫人叫在下有何贵干？狄公子你好。
我只是想提醒你不要把钱给那些乞丐。青叔在下愚昧，为何不可施舍他们？因为我夫君跟我说过，这些人表面上是乞丐，其实是骗人的。谢谢夫人提醒，虽然知道他们是骗人的，那我也是心甘情愿给他们的。你知道他们是骗人的还要把钱给他们，为什么？如果他们不是家境困难，也不会出来做乞丐。我反正也不缺这钱，那就当做件好事，能救济多少是多少。你真是个好人，其实如果不是我夫君跟我说了，我也特别想帮他们。我看夫人也是乐善好施之人，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我心疼为你碎落了一地，想起初次爱你的回忆如泪如迷，感谢你给我誓言，可怜我怀抱心牵挂。